我给你打开一下我的胸膛，战斗机啊！是不是？哇，有没有好鸡哦、啊？整个国民党都战斗了起来了哎！对对对，哦，不是胸肌的肌，是激情的肌哦，但是国民党是基隆的基，对，而且缩写很酷哦，缩写叫做 KKMD， 什么东西 ？KKMD 啊，这是口级的意思 ？KKMD 啊。为什么 K K M T 啊 K K M T 啊 K M T 光芒啊，同不同意？同意 K K M T 这样子很不喵呢，而且很适合暑假，很蹙眉头呢，很适合暑假，你知道为什么吗？哦，这就是 Kill Kill My Time 杀杀时间呐，哦，所以国民党一起来基隆杀时间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各方面这件衣服做得蛮好的。国民党，你们可不可以每次都这样出包的感觉？而且为什么基隆有飞机啊？为什么基隆飞机？人家战斗机啊。因为他要延续那个 Blue Eagle 的气势，啊，一定要老鹰就想到鸡哦，哎，鸡好啦。我就把他的新闻都放在 ChatGPT 里面，哎呀，对。我用 ChatGPT 来整理出来，结果那么强哎、欸，那么强哎、欸，超强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场地不够快，对，他快要那卷轴快要滚出去了，那么强，我们怎么看得过来啊？对我，你有身份证了对不对？对，已经定居在基隆了。嗯嗯嗯。所以其实啊，今天他们过来基隆有叶源之嘛？对，本来我真的很想去。因为我在这里，我都没有去到了嘛。上一次，对不起，对不起，耽误没关，没关系，没关系。我上一次徐巧芯来的时候，我不是举牌嘛？对，举牌说做人别太徐巧，徐巧芯嘛。这一次其实我也想去举牌去欢迎叶源之，欢迎叶源，欢迎叶源之。因为我也已经写了，我拿过来了。你直接带来。这叶源之他的那个 YT 的频道叫原汁原味嘛，所以我都。就是说啦，欢迎原汁。其实我是这个是三点水，不是三点水哦，这个是汁啊，加谢国梁，这个有银字旁的，不要看错，不是要谢国梁，是谢国梁。对对对，大家不要看错啊。对，不要看错，不是用原汁来谢国梁，是用原汁加谢国梁。那个给 我本来就想要欢迎他。对，大家不要瞎想啊。对，对不要想错。对，那你是这个民进党的打手吗？你是侧翼吗？我其实本来我很支持谢国梁的哦，哦，真的吗？你是投给他的人？没有，其实没有，因为他都已经做了市长了，我是急着否认。对，因为本来他做了市长嘛，我是来台湾没有很久，嗯，就对蓝绿没有很大的感觉，我就只是观察而已。然后我就看到，哎，本来他一开始的那个选举的时候，那些政见了、啊，说什么送狗狗罗，那些也是已经很离谱嘛。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不太行，可是毕竟也很多人选他出来，嗯，那你只能观察嘛。对。可是越来越夸张，到 Netter 那个时间不是很多人很愤怒。嗯。那时候就酝酿了那个罢免的行动嘛。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青鸟那些，你说什么青鸟，然后要罢免谢国梁是完全不关事嘛。对。然后我们就出来罢免的时候，就一直你知道最辛苦是什么事情？我们要找联署书，嗯，那个不是很累，最累是追谢国梁的新闻，追谢国梁追他的新闻超累，他不停有新的，我们怎么追得了？来不及追了，资讯量对呀、啊，真的我们是追不过来哦。后来我们就想了，谢国梁他是小爱爸爸嘛，他有爱爱爸爸，可是我们有 AI。我就把他的新闻都放在 ChatGPT 里面，哎呀，对，我用 ChatGPT 来整理出来，结果那么强哎、欸，那么强哎、欸，超强哎、欸，还不好意思，我们场地不够快，他快要那卷轴快要滚出去了，那么强，我们怎么看得过来啊？是啊，所以追他的新闻才是最累的。目前没有，因为那个是党中央去受邀，说不同的来宾。那如果说的话，我们一定会过去嘛。像今天叶源之就骑兵的角色嘛。但说现在骑兵的角色，等我来解释说，现在我们党中央的定调很明显嘛，就是要热战。天气那么热，如果你还打冷战，会中暑好不好？会顶说一下忽冷忽热，所以现在绝对要热战嘛。而且刚刚也有来宾说了嘛，哦，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一定要热战嘛。因为大王一穿眼睛变两倍大，我们来帮忙的会中暑嘛。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八月
十七号最慢嘛，八月十七号结果才会出来，到底会不会进入到第三阵？八月十七才知道最慢嘛。但是这件事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跟最好的准备，所以现在就是不断的请我们的大咖，或是所谓的来宾，或是国民党的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们过去，让把国民党的票吹出来。不过刚刚 Grace 也说得很对嘛。不管你要请名嘴或是明代双北的明代过去，最重要的是我们国民党的大咖或是明星过去，我们顶多就是把八万四千票或是他们过去投给谢国梁的九万多票的那些票吹出来而已。那假设民进党真的到时候也动员下去，把那个七万多票或是大于七万四千票的票吹出来的话，那真正的决战会在哪边？就在于中间选民嘛。在昨天我们的明嘴也告诉他们，也建议谢国梁说，你应该利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时间，好好去告诉大家说，你这一年半的时代到底做了哪些正面形象的东西。我相信阿 G 刚那份应该不是都是负面的吧，应该有正面的吧。真的没有，我们真的找不到。有了，他说他没有吸毒的正面的。对啊，阳光男。快乐成年人也算正面。刚刚阿川说的嘛，我觉得他今天也没有吸毒了，应该他忙着。绝对没有了，像阿川刚提到的嘛，刚刚营养午餐调涨了20块，因为这是原物量调涨，每个县市都会遇到一样的情形。但是基隆市政府他今天要宣布告诉大家的是，这涨多的20块，国中小以下的营养午餐的调涨都由基隆市政府来吸收，这就是正面的啊。还有一个什么正面的？像是这一年半，他就任一年半的时间，他已经还债还了9亿嘞。奇怪，怎么短短的时间，我突然发现 Grace 变壮了。真的耶！因为今天高轩没有来。哦，如果高轩来的话，这个 T 恤一定要做给他看啊！来，我给你打开一下我的胸膛。战斗机啊！是不是？哇，有没有好机哦？整个国民党都战斗了起来了哎！对对对，哦，不是胸肌的肌，是激情的肌哦，但是国民党是基隆的基，对，而且缩写很酷哦，缩写叫做 KKMT， 什么东西 ？KKMT 啊，这是口级的意思 ？KKMT 啊。为什么 KMT 啊 KKMT 啊 KMT 光膀啊，同不同意？同意 KKMT 这样子很不喵呢，而且很适合暑假，很蹙眉头呢，很适合暑假，你知道为什么吗？哦，这就是 QQ my time 杀杀时间呐，哦，所以国民党一起来基隆杀时间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各方面这件衣服做得蛮好的 KMT 糟糕了，这个实在是，哇塞，好尴尬哦！哎，国民党，你们可不可以每次都这样粗暴的感觉？而且为什么基隆有飞机啊？为什么基隆飞机？人家战斗机啊！因为他要延续那个 Blue Eagle 的气势，啊，一定要老鹰就想到鸡啊，哎，鸡，好啦，让人不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回事。